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三爷。那么今天来玩这游戏吧。这游戏有点类似于与班迪特福迪一起攻克难关，然而这个游戏比他傻屌多了。我们需要控制这个人，用这个弹跳板一直往前弹跳啊。这个第一关其实很简单，这个会越来越难。那么你看到没有？右下角有一个位，这个东西都要在后面就用得到，而且相当的奇葩。我们现在过去那边。这个苹果前面几关很简单啊。动不了。通关通关通关。来，我们上去啊，从这里跳上去。好吧，我们死掉的话身体会喷出一些不明液体胃液吧。不对。往前。我要卡到头，我这一关有点难的，我记得。等一下，别，每次死一次就喷一地呀，上来，给我上来，上来，来 ，come on， 上去，不是吧，这游戏它只要被摔倒的话，我觉得我都要打码，不然的话好像。不然我怕过不了啊，过不了审。这一关有那么难吗？我记得没那么难的。过！等一下，你这样都不死啊？快点死啊！死！我很好奇，我之前是怎么通关的啊？直接跳！直接跳啊！上来 ，Go！ 对，往前跳啊！这里，等一下，这里我要是不用力跳，反而过不了关卡。地上有我的帽子。我过来，啊！这个游戏都被我玩到没音乐了啊！我天哪，这游戏都服了我，好难啊！不信，那我就不信，过不了啊！这次好像可以，可以啊！来到第四关，我刚刚那个节奏啊很好啊，就能通关。那么现在的话，地图上有黑色苹果，黑色苹果吃掉之后，我们队呢就会占满那些你懂的黑色的东西，你看。我们吃了之后，我们这角色肚子也变胖了。反正我们吃的越多，这个角色也会相对变胖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飞冲天了。中文匿名的话，火箭人，来冲啊！你看，可以这样飞，飞。过。这应该算过了。不要死。求，yes， 第五关这里的话需要先把这个苹果吃了先，黑色苹果，好像是有毒对吧？吃了之后胃就一大堆胃液啊，飞，等一下，这里要上去，这一关还好啊，比起第三关的话，哇，我觉得我这里再跳高一点的话，可能要撞到，上来，完美，过，来到第六关，这一关超难的，我跟你说，来，这一关超难的，我印象当中，不行，别掉，你还换了一个音乐，我怎么砍那个尴尬的位置？我飞，我在飞，然后飞，没了，我的胃液没了，我天，掉，等一下，没事，好，哇，满地都是我的胃液，满地都是，一飞冲天，好，上来。
等一下，快！冲冲冲冲冲冲冲飞飞！啊，这直接飞上去对吧？啊！没有了，等一下，哎，又满了！哈哈，吃吃吃吃！哦，直接飞对，直接飞哦，飞到上面来了！哦，飞到高，然后呢，这里直接往前跳，喂，哎，这一关的话突然变得好简单，我之前试的时候好难。第七关啊，这游戏的话一共有14关那样，喂，这一关不知道难不难，这一关我没玩过啊，等一下，下面有个刺猬。不要碰到他，哎，他没有刺的情况下我可以碰到他吧，哎啊，过，喂，哎，我过了，喂，哎，又过啊，不要，哇，差一点，哎，直接过 ，yes。好吧，我看一下，你看这个游戏的话一共有14关啊，那么这里的话我好像第三关就拿了个金牌啊，金牌的话应该是我把能吃的东西都全部吃了，其他的话像5、6、7关的话好像一个连铜牌都没有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傻屌的火箭人游戏就先玩到这里啊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收藏关注一波，拜拜。